晚上好。Hello， 晚上好呀。Hello。来喽！我发现今天结束的真的好早。晚上好，两个月快乐，好耶！怎么被严了？我们这块怎么被我严了呀？谢谢小溪的奶茶。一张嘴还是小孩子，不会说话可以不说什么又地友又夸我地友，不是这是在夸人吗？晚上好。我看到你了，我看了，我怎么没有正眼看你？真的是，地友他们没有。哎呦，我们鸡块有破防了呀！看你了好吗？真的是，好耶，刚到家，我刚吃完我的泡面。哎呦，你也刚到家。哎呀，今天的我有点好看呀！我怎么你在吗，龙龙？你在吗，龙龙？哦，还是我们鸡块好。屏幕超威，晚上好。太过分了！屏幕超威跟我说我没看你，我还跟。天哪，辛苦了！嗨，哇，我，谢谢大家发的玫瑰花。我发现我今天的眼神里加了，我的眼神里透露着一股清澈的愚蠢，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今天的眼神里透露着一股清澈的愚蠢？我哪有每天都清澈的愚蠢？明明很瓜，就是很清澈的愚蠢。真的？那我是不是要显得我高冷一点？但是说真的，我第一次站这么前面的站位，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么多镜头拍我的感，哇塞，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多的镜头，天呐。今天真的好紧，懂了，我以后上公演我都戴眼镜，服了。我真的好爱，我第一次站这么前面，感受到了我们前面的视角真的好好啊，天呐。镜头也很多，天呐。谢谢阿妈的荧光棒，好喜欢今天的镜头呀。好哟，不开玩笑。一堆化惩罚视频翻牌没关系，我本来今天就要看开直播的呀。真是的，怎么就亏了呢？我视频也是会回的呀。晚上好。一点都不亏。哦，我好像今天是忘记跟你说我换站位了来着。
吃橘子，我的视频还降价了，怎么就去吃橘子了？我明明视频降价了。谢谢冉明今天的色棒槌。是的，今天的站位我好喜欢呀，爱我们祖祖。嗯，我倒也想免费，可是他最低就要50块钱，最低都要500鸡腿。两个祖祖我都爱，补另外一个祖祖，算了，不可以玩。没有想起来，祖祖老师看见我害怕，因为我一看见他，我就会特别热情的对着他。好的哟，这祖祖老师现在看见我已经害怕。遥控看工业被抓包了，怎么会这样？这个时候就应该邀请老师一起来看。不删掉。就我说要啊，好的好的好的，只要稍微统计一下就行，我只是比较好奇有哪些人。哎呦苗子，哎呦好久不见啊，不是今天刚见过呀苗子，终于见到你那个本尊了，终于久违你的大名，终于见到你的本尊，真是荣幸啊苗子。不，主要是我在排队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一流的粉丝特地跟我指了一下，跟我说这个就是你一直好奇的那个喵家汉堡，然后我就知道了。就是有我谢谢，特别感谢那个一流粉丝特地跟我说了一句。但是今天店员真的很有意思，当其实到第二分钟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话想说了，然后我在想怎么一分钟这么漫长呀。对啊，就是我其实是想在后面乖乖排队的，然后于心和 Leo 拉住我，有没有拉住我，就是于心和 Leo 叫住我说你可以直接从边上进去的，你为什么还要排队，然后我就很不客气的我就冲进去了。对，因为于心和 Leo 在旁边提醒我你可以直接进去的，你为什么还要排队啊，然后我就直接进去了。你问的就是你啊。对啊，我问的是你啊。下次和你一起看公园。好了，来看我。别太好笑了。但是的确啊，我本来是想在后面乖乖排队的，我以为这个列队很长，原来笑了笑可以直接插队的。没有 staff 插表了，那个一分钟的沙漏他弄了，然后一柳还留了张照片，就是给我拍了张照，然后那个 staff 还问我你是用自己手机拍的还是用他的手机拍的，我说我是成员，然后他还要看一下我的手机，我就该说我是成员的，然后成员拍成员很合理啊。那个 staff 他就是很敬业，就是嗨妈妈单纯直女，哈哈。哎，对 ，S2 下班了，就是那个 staff 姐姐很敬业的，还特地问了一句，我应该直接跟她说我是成员的。祝她两个月快乐，好耶！那你有点表示吗？对，今天他们那个，哇塞，哇塞呀、啊，天哪！谢谢我们赵妈妈的全场，天哪，我们赵妈妈太我们赵妈妈了，也祝你的你也祝你推那个。那个两个月快乐，对，也祝你，不是，也祝你两个月快乐。别管，没有偶像包袱的，偶像包袱这种事情是没有的。我本来是想咳嗽一下的。白姐和赵老师一起入团吧。对、啊，
维度到这儿了。就是他们今天四处下班的时候，新宇和小周很迷惑的先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很迷惑的说你怎么在这儿，然后我跟他们说我来握一六，然后我来握一六，我说完这句话我还甩了甩我手中的小票跟他们在炫耀，然后周同学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了我。真的别太好笑了。笑死我了。我们喵去大明星。下周我的线路能不能啊，下周一流的线路能不能我带？可以啊。我跟谁好像？我跟周同月。杨馨宇没有认识你，人家杨馨宇见过你的吧？他怎么会巡演的线路我来带。给我报销机票钱。四舍五入给我送过九分了。行，我在想拉姐怎么记住我了呀。拉姐下周有可能的线路还是你带吗？等嘉兴入常规吧。下周是我们阿 biu 还有我们的阿 biu 的女儿大了。不是不行啊，就是这得是个付费内容。下周三我的线路我自己来带，可以啊。你都说你是光明正大浪了，那的确是在裸奔呢。可以吗？可以台上成员给台成员带 CNO 吗？可以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整个活的。今天在一楼列队的时候，那个一楼家饭头跟我在说话，然后我说一楼中报的单推王交给我了，然后一六家的饭头非常开心的操作了起来。可以也不是没有过，那行啊，可以啊。对啊，那个妹妹是饭头来着，然后她特别开心的说一六中报的单推王有救了。那也不是不行。选谁呢？啥？西？那个日语太久没学了，快忘了。多好，店员一趟还赚了一个单推王，在吃那个我自己煮的泡面。对啊，本来这周我想着我的饭头已经带了其他的小偶像，那应该不会带我了吧，那我要不就自己带了吧。什么不同？80的小票骗过来一个单推王，笑傲的。天呐，叶子太辛苦了。好好休息叶子，谢谢寿司的巧克力。自强自立自强。又没看我 MC， 真讨厌。谢谢拉姐的11个绿色棒槌，谢谢大鱼的巧克力。我甚至还有毒镜，哇塞，哇，这是什么待遇啊？天哪，我在命差都没有毒镜。除了 UNIT， 天哪，我在命差的大哥从来没有毒进过啊，天哪。
啊，那的确我是单方粉丝。那放心，我只是偶尔吃一趟，因为我月底了。哦，不对，刚我那个工资还没发，是宿舍里面有的。好爱我们祖宗老师。但是说真的，最后一套我其实挺喜欢的，就是白衬衫加黑裙子，然后本来是有领带的，但是我那套没有领带，然后我就别了那个别针上去。吓得我嗝都出来了。主要是那个徽章，我真的很喜欢。别管，我没有偶像包袱这种东西。我真的没有偶像包袱这种东西的。一家亲，哎呀，谢谢糖糖送的酒饭，谢谢你的这个带着两只翅膀飞的烧麦，谢谢你，谢谢我的宝宝，love。虽然吧，我是一个很没有偶像包袱的偶像。不行，我现在我还是特别开心，特别的开心。今天，我没有偶像包袱。哼，谢峰要是干大哥，我都。那不会的，我谢峰我怎么会打嗝呢？瞧你这话说的，应该把你单防了。对的，毕竟终于把 ID 和人脸对上了。但是真的有点饱。每次真情实感的话题，我都打嗝。这是人的生理，你总不能阻止人的生理，对吧？对吧？理直气壮。我甚至煮了个温泉蛋，甚至还是溏心的。天呐！下次能不能预告一下？这种事情预告了就没有那个意思了。不倒翁芝士面是什么东西？可以啊，我回头去抢劫一下尤可林的房间。我真是，我今天换了同行这套衣服之后，我在镜子前欣赏了我好久。我在想，哇塞，戴上这个黑眼镜框真是太有感觉了。要用牛奶煮，好的，没问题。刚从录播回来，真假的？我隆隆在看，晚上好。其实来姐的发型，我第一眼还没认出来。谁会不爱自己啊？瞧你这话说的又老了一岁。特地去看录播，天呐，我们龙龙太爱了吧！去见人的时候，我的确是很突然的，收到了粉丝的整活信息，然后听见可以卧一流，然后我就立马来了。本来是只有一张1分钟的，然后到现场又有另外一个粉丝给了我，然后更开心了。说实话，见到小偶像都会紧张的说不出来话。然后我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天呐，好漫长的1分钟，当然很快乐。
你们问我有多快乐，我问一流说有多快乐。虽然我们天天见面，我其实后台的时候跟一流说了，我待会儿会来问你店员。一流以为他是在我后台跟他开开玩笑这样说的，结果没想到我真的来了。别呀，别呀，别呀，老姐 ，staff 不认识我，因为我今天戴了个黑眼镜框，好多粉丝都没认出来我。staff 要是认识我的话，他就不会特别认真的，就是不是啊，成员那个去握手也是要严格掐表的，虽然我可以插个队，哈哈，虽然可以插个队，但是也是要遵守纪律的，就是以为是个新粉丝还给我让位子，结果没想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因为我的列队是这里吗，然后再定睛一看，哇，原来是张颖呀。哼，我会在喵剧重拳出击我之前先重拳出击他，这能叫插队吗？这叫专属通道，这是小偶像的专属通道。成员优先，但是成员也是要遵守那个严格掐表时间的。哈哈，什么？我下次用的是专属组委。人少的话可以多喂一段时间吗？我不知道，我看那个 staff 也很辛苦的在严格的掐表，那我也严格的掐表了，只是遵守时间。是啊，童心有我的毒镜，开心死了。哼，一地就是没有体验过，快来体验握手的乐趣吧。八号，欢迎大家八号来我的握手会体验握手的乐趣。但是我今天站位好像的确挺前面的。哈，瞧你这话说的，八号不知道有没有，八号应该就是普通的握手，不知道有没有合影签合拍一起合影签名。别忘了上次复制粘贴的没忘，你们只能活，我哪能忘记。所以龙龙周周下周三还会带着你的男朋友来看吗？见面讲上海话，我老养金帮的了。八号应该去看丁六分了。再找一个，我帮你再物色一个。你上一个是谁来着？我帮你再物色一个。对啊，我就记得我好像问我占位的，我都说了来着。你恐男了，帮你介绍个女犯。你不是男同吗？应该为我和妈妈单独开设捏脸圈。笑死，喵剧，这话说的。我粉丝不但有漂亮女犯，还有漂亮男犯。别问号呀，真有呀，真是干嘛问号什么啊，我们塔宝就是个漂亮女犯。
不行，介绍这种东西是要付费的。主打一个内部消化，那也不是不行了。要这么说，张艺兴粉丝颜值多高？不，我用错词了。张艺兴粉丝颜值多高，不能给你。怎么，这种东西哪能免费介绍？哈哈。这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好问题，还真有，还真有漂亮女范。三坑的女范不少，不比小偶像的，这就是小偶像，别咒人的，不是。那不会的吧？现在还没有进那个进团，27还没开始招募呢。阿青不在，阿青应该是去小五那儿，不然我就去劝他进团了。什么叫我果然是混地偶的？我只是偶尔会去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小偶像罢了，谁还不会这样了？哼。啊，我拉拢啊。8号，7月8号，等一下。6号巡演，6号、7号、8号有公演吗？我不知道。我昨天不去现场，我昨天在干嘛？等一下，我昨天在干嘛？我昨天在干嘛？等一下。昨天是周六啊，我昨天学了一整天的站位。哪对啊，下次握手会塞给我特点券。昨天也在潜水湾的那个。就是我很后悔我怎么昨天没去。我大凡要是跟着一起去生日会呢。我昨天没去，我昨天一整天都在。一楼去海底捞了，我不知道啊。他们好像是昨天那个冉冉生日会的才聚餐，跟我就没有关系。我昨天一整天排了个站位，不行，这样故意问的，万一有谁看见了，就真的以为我昨天去了呢。直接考聊天拷打我，你怎么不直接握手会来当面拷打？还能接个下班多好。我只知道昨天好像那个楼上和楼下都是同一批人。昨天今天都有，对，我知道今天也有。我只知道昨天楼上楼下是同一批人，都是自己人。叶子，你在说什么怪话？叶子在紧跟时事吗？叶子可能是在紧跟时事吧。昨天楼上楼下跑真挺累的，瞧你这话说的，这不就暴露了自己昨天都在了吗？谢谢冬瓜的巧克力。不冲浪了，六。不冲浪了还这么紧跟时事啊，看的不少嘛。我室友不在，我室友常年晚上不在，可能是知道我晚上回来要直播，然后在家19期那里了吧。我室友出去吃海底捞了吗？我不知道他们19期去哪里了，可能在哪个19期的房间里面吧。对啊，口袋围巾是很多的。谢谢英俊的龙哥的奶茶，龙龙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看成地偶，我看成龙龙问我，我室友是地偶吗？虽然他的确跟我一起去看过地友。
我弟有十，不是，不是，我室友才16岁，他怎么当弟友？我室友，不是，不是。希望刚刚没有人听见我嘴瓢的那一句。希望大家没有刚听见我刚刚嘴瓢的那一句。出生生地哦，天哪！我室友，对于我这个二次元来说，我室友是个现充，就是他是那些就是跟普通人一样，就是很喜欢那些韩团的那种。然后对比我这个是。沙雕二次元来说，就是显得我很沙雕二次元，就是我是有一个现充，我一个沙雕二次元，喜欢地位是现充，可是我更喜欢纸片人小偶像。他不看番，他看不进去一点番。我的沙狗在我的床上。哦不，沙狗在这儿。沙狗在这儿。我地毯上现在全都是我的各种玩偶。今天随舞都是二次元的歌，太棒了，说不定还有宅舞我会跳的呢。上海一般哪里有随舞啊？我其实挺想去的。我公演啊，大哥。我今天在握，我今天去店员握手，我推的小偶像了。因为我的地毯上现在各种玩偶，好喜欢玩偶。然后每天我闲着的时候，就是躺在我的地毯上面被玩偶包围着，主要是我的床上，我放床上它会掉下来，那我干脆就直接放地上。的确，因为我床上如果放玩偶，它会掉下来。因为我睡觉睡姿很千奇百怪的，我有时候自己都有可能会掉下去。是吗？漫展上随舞倒是觉得肯定有。玩偶睡床，我睡地上，不行。拍我家两位拍哈？我家那两位吗？二次元随舞，我觉得基本都是在漫展上面，而且很少看见。纸机位被挡酷了，那没事了。现在迪美门口还有那些摆摊的吗？我记得我去年暑假老喜欢去那边摆摊，是里面的那个收谷子了。虽然没有我推的谷，我都只是陪我亲友去看看。漫展被抓上去跳 maybe， 笑死了。男童的啊，我不知道，我去年去迪美的时候，暑假每次去那边都在摆摊，因为我去年在自己在迪美那边打工什么的，在里面摆摊了，没有那种摆摊卖谷的了，那没事了，很快乐。帅哥好多，可还行。二次，我也不懂二次元男团。迪美装修改装修之后都没去过。天哪，这是什么新的情话文学吗？笑死了，小偶像们是会那个随机点赞物料什么的。
我还想着出道之后哪天有空去集美逛逛吧，然后发现一天有空的时间都没有，有空的时间我都在休息睡觉。九号集美，让我来看看我想看的东西。现有大学生，我还没上大学，我还没上大学，阿门。啊，原来是这样。啊，不出我所料。九号，哎呀，我真的好想有一个。有空的时间啊，我记得我去年暑假因为打工的地方就在迪美的附近，然后天天上班的时候横穿迪美，下班也横穿，哦，下班也横穿迪美，然后每天路过那些谷子店，天哪，太幸福了。什么？我没有大学生，我没有学生证，我大学还没上呢，录取通知书早就收到了。早知道我要用一次性的碗了，我真的懒得洗碗。对啊，我去海底捞是全款，所以我基本不会自己一个人去吃海底捞。我来了这里之后去吃海底捞都是跟他们，就是跟大鱼一块儿，有大鱼在我就去的，因为可以薅到大学生优惠。但是我还有半年，桶装泡面，桶装泡面没有自己煮的快乐，自己煮泡面有那种乐趣。怎么能叫工具人呢？大学生优惠嘛。等报到了就可以。啥时候报到？九月多吧。这不是糖汁儿。草莓冻干，外面包着一层奶枣一样的东西。一有房间两个大学生，哪两个大学生？自己煮完再用泡面桶装，学到了，有道理。主要是要有大学生那个学生证。持证遛狗可还行？阿斌和谁啊？溜溜吗？溜溜可以高考了。主要是今天好像下播的，就是今天公演结束的时间挺早的，因为今天真的是争分夺秒的。然后我看了一眼下播的时候，已经就是公演结束的时候，我们上车的时候已经十点半了。我在想，平时命差十点半的时候，我们好像还在 MC34，但是没想到今天竟然结束的这么早，我也以为今天要好晚。哦，对，我命差还会晚班，晚开场半个小时。今天好像是准时开场的。的确，只要准时开场，就不会晚结束。一般命差我们结束回去都要
11点多了，11点半左右了。它是真的很好吃。晚了10分钟，比蜜差也没有晚很久啊。蜜差最晚好像也就晚过10分钟的样子。吃的我爸上次回家，我爸薅给我的零食，就是那个，应该想吃，不给，算了。那你为什么会来？我看情况吧。我在想，我八号要不要八号前回家一趟，还可以买点吃的。这个蜜差开得晚。跟你们说，就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就是它是柠檬片，然后里面包着一层白巧，酸奶白巧，然后就是完全吃不出来柠檬的酸，特别的又苦又酸又甜的那种，就是它这个味道中和的刚好，特别好吃。对，酸奶柠檬片，就是它这个味道中和的刚刚好，特别好吃。这叫打广告吗？但是它的确好吃嘛。我看看，我尽量，我上链接哈，9分一个链接，就是它有一点点苦，但是又很甜，又酸酸甜甜的那种。等一下，让我看一眼时间，我们。隔空投喂，我们是5号蜜差，但是不知道周六和那个6号和7号会不会安排三角，应该哦，6号7号他们是去巡演，那我可以回家一趟买点东西。谢谢，椰子的5个绿色棒槌，慢慢吧，慢慢吧，吃慢慢。我是想买一些，然后我自己分装一点，然后带到握手会的。终于正常了起来，可还行。应该他这种是撑的散装的，然后我可以，我看看吧。我6号我是肯定不回家，7号我可以回家一趟，然后8号回来握手会。不行，反正6号我一定要狠狠的睡一整天。真的吗？他看我特别像看女儿，真的假的？那糖噗噗的那个阿姨应该就是他女儿，也长得很乖吧？哈哈，为什么睡一整天？因为很累。每次公演完结束，我真的很想狠狠的睡一整天。就比如明天我也打算睡一整天。不愧是我。没想到吧，没想到吧。排电员应该过段时间会有的吧。真羡慕张一婷，真羡慕八号来张一婷握手会的粉丝可以知道张一婷自己分装的小零食。哎呀，太幸福了。睡吧，早点休息。他女儿长得也像帝欧，但是帝欧是夸人的词，再不是要出事了。对，叶子你好好休息。那个刘可盈好像八号也在，所以来那个赵妈能不能给我发一张券，我去
我有可赢啊。我话都这么说了啊，有可赢不在，那没事了。我准备几点睡？我不让我一点多下播，一点左右下播吧。反正老师今天下播，算盘打的也在闵行都听到了。哎，这话说的，人家只是想握手劝说，去握下偶像而已嘛。叶子，你快去休息。我说真的，你好好，你快去休息。你明天早上一起来就可以收到我视频翻拍的回复。对，真的吗？再送我个合影，可以啊。你给我一张握手，一张合影，我去那个，我有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再给我个签名券，一条龙都给我，你再给我个百握吧，我关个门吧。谢谢赵妈，天哪，我们赵妈太宠女儿了。好呀，赶紧去休息叶子。真的吗？给我个百握，我想握手就握手。那我不握有可以吗？我去过武汉和王一柳去。你自己说的，想握谁就握谁呀、啊。再送我个金瓜去点深处可以啊，再给我来个钻瓜吧。两个人一人一个钻瓜，好不好？好不好呀，张妈？谢谢展寒叔叔的0.1分。我自己都没有，我怎么给你？我让尤肯给我弄一个钻瓜，尤肯要给我弄个钻瓜，可以啊，三个钻瓜可以啊。对的，我要钻那个武博涵和王一柳，然后赵妈如果愿意的话，还能再多一个尤肯赢的。你别排，让我先排，我插队。现在我现在有优先权。那不然呢？因为是你给我，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就没有了呀。三个还能一起赚的吗？天哪，还能一起钻！给我加个全队。全队一定是包括了命差和三角的全队，一定是包括了我们命差的16个人，加上加上我们插队的16个人。虽然这里没有重复的，那重复就重复。我相信整个插给我钻，谢谢谢谢赵妈。既然都这么说了，你会给的对吧？那个8号握手会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给我面交。顺风不行啊，顺风那就是事故了，那我们可以面交的。面交可以的。
也不是奶枣，奶枣里面包的是枣子，这个里面包的是草莓的冻干，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是它很好吃。晚上好，我在吃这种算糕点点心，这还看过？Hello， 宵禁啊，这么惨！我房间的小零食勾到我室友还会默默的坑我的零食，然后他坑完了才跟我说，真的是，然后小孩就被我骂了一顿。那的确，而且好像这个眼睛戴的就很显我脸小。我决定，我要让他变成我的本体。另外，小孩先抢我零食，就是他很搞笑，他大半夜会饿，然后就会稀稀疏疏的找零食吃，然后他就把目标盯上了我的零食箱，这么快就回来了，对，他像只小老鼠一样。然后他吃完了跟我说，我太饿了，我吃了你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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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被我欺负了一顿。因为晚上我在睡觉，然后他会饿，他晚上小孩精力旺盛，然后我睡觉的时候他在很活跃，然后就会越活跃嘛，然后就越饿。我晚上还在活跃，哼！张艺婷那个以后最佳拍档找的人能找的人可多了，我这个花很抢手的，哼！对，他吃完还跟我报备，我和谁啊？他不会找我的，说不定他找他现在的室友的。我。真的吗？我跟他，你给我发电，真的吗？几个发电？先微个九分，看看实力得了。几个发电啊？那万一不行，万一赖姐不同意，你送几个发电，他多出几倍，他不同意，那我肯定别吵他。那不行的呀。我和周同学，你给我台进第二轮，我要是不参加，赖姐直接给我台进去。你同意了。所以说我这个话很强受的，我别再讲。看嘛，这么多人都想跟我，这么多想我跟其他谁谁谁参加，客气了。那不行的，一定得要我，一定要抢我，看我是想要鸡腿还是想要进圈了，小孩才做选择呢。要我们龙龙问的话，如果龙龙愿意的话，那当然是龙龙两个都要给的啦。都要，我都要，小孩才做选择呢，我都要，真是的。
么又在吃海鸟？他们是因为昨天那个冉冉前辈生日会回来的，然后我又没参加。老杨是什么？我很抢手的，阿彪都可能想找我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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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薅你羊毛了，原来是这个意思。放心，我给你省钱，我直接不参加，还省了一半的钱呢。好，早点休息。你看你的小周去啊，那肯定他小周可和乐意和美女一起组队的。我怎么说呢，我是我喜欢看别人，我喜欢磕。什么叫开改了？你自己都没带我粉机，我叫改，哼。就是我属于我喜欢磕，但是我喜欢看别人看他们磕他们，但是我自己参与我就没有这种实感。对，我很喜欢在台上磕，台下我也喜欢，但是我就是自己参加我就没有这个实感。你哦，对，换个小号，你这个号的确是单推。主持人我觉得可以，因为真的很好磕。我跟吴涵在那儿，我本来想抑制住吴涵的，结果我先没抑制住我自己。喂喂喂，啊哈！张一婷天下第一聪明，张一婷大聪明。这是那个小孩的话筒，小孩的那个传声的那个回声的话筒。你不觉得他很大一个很可爱吗？一般越缺什么越会强调什么，张一婷世界第一聪明。我有以为我拿了个水杯，它是个话筒。怎么老是喊人家小孩？我喊我自己是小孩。你才是傻瓜，你喵子才是傻瓜。可以我磕我跟小孩，我跟哪个小孩？我的小孩可太多了，我自己都是个小孩。啊哈，我不想洗碗了，好累啊。我和我猪的那个小孩，谢谢赖姐的十二个绿色棒槌。赖姐可以来帮我洗碗吗？我不想洗碗，我好累啊。和我的零零年狮子座小女孩，这是谁啊？能不能帮我洗碗啊？我给你鸡腿，你帮我洗碗。你关直播捡垃圾，捡垃圾给我分吗？你来来，快来快来，帮我洗碗。人越缺什么越强调什么，人心中最不可缺少的是。好呀，来帮我洗碗。我们心中最不可缺少的是。耶。你跟我一起住是另外的价格，但是帮我洗碗我可以倒贴你鸡腿。今天在剧场后门见过我，是的，我就是今天在剧场后门等我的那个，就是在找那个给我小票的那个粉丝。然后我就是本来以为后门没多少人，然后发现大家都在后门躲雨，然后我就射死了。然后
然后我发现大家都在后面躲雨，然后大家纷纷的举起了手机，然后我就开始社恐了，好恐怖啊！然后我就跟那个粉丝，他那个翻拍，我就回他说：“你能不能直接到后门来？太可怕了。”还好啦，你不过就是被小偶像认出来了而已。但是我很感谢那个告诉我你是喵剧的那个粉丝。我不想洗碗，好累啊，洗碗去。什么小偶像还要自己洗碗，真累。别洗了，洗还是要洗的。你咋知道买新碗？真聪明。餐厅吃。本来还想8号自己来开喝的，没想到吧，就有人那个曝光你了。为什么不买一次性的？我买了，但是我想着吃东西吧，最好用个大点的碗。但是吧，然后我就没想到，它真的很麻烦。还好这里是有一个洗碗的那个池子的，这个池子真的是救了我的命。我洗碗会把房子烧了吗？为什么我洗碗会烧房子啊？我请问了，为什么我洗碗会烧房子呢？啊，好烦呀，好累呀。人为什么会要自己洗碗呀？真是的。淹了才对，为什么一定会淹了呢？为什么那么笃定呢？不但洗碗，我还要洗锅，我的这个锅还没洗。我服了，我还要自己洗锅。我先洗碗还是先洗锅？好像这样都是一样的，算了，我先洗碗。哎呀，对呀，我煮泡面我要用锅子了。我要暴露我自己的成分啊，龙龙！哼！哎呀，服了！哪谁家小偶像会直播洗锅呀？我真是！谁家小偶像直播洗锅呀？哼！我在洗锅，我在洗碗洗锅。我先把碗洗了，我再洗锅。谢谢。谢谢鼻涕泡的0.1分，虽然我在洗锅，但是还是要谢谢你的0.1分，所以你可以帮我来洗锅吗？对啊，我在洗碗啊。谁家小偶像直播洗碗？不可以做梦，乔女这话说的太直接了。谢谢鼻涕泡的0.1分，你明明不可以帮我洗碗，还要送我分，你真的我哭死。第一次见直播洗碗的，没事，你现在见到了第二次了。人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小偶像会直播洗锅洗碗啊，李凯，原来是，哎呦，等一下，等一下，原来你是改了个 ID， 我还以为是哪个今天看了我的那个公演的新粉呢，我还想着多填一填的呢。谢谢随风而到的0.1分，新中心环境看起来不错，那是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要问号？那不是那呀，
谢谢我们泡泡的0.1分呀！我们泡泡要来帮我，要帮我洗锅吗？好累。谢谢泡泡的0.1分。好的，我们银河一杯姐姐是第一次关注张一婷一样来关注我洗锅的是吗？救命啊！果然时间久了，感情会淡什么？那也不一定了。你是新粉，好的。哎呀，洗锅入坑了，谁会看到我像洗锅入坑啊？谢谢悠悠的玫瑰花，谢谢意义的0.1分。为什么会有人看像我像洗锅入坑的呀？我这是个，这怎么很甜的好吗？张一婷可甜了，入坑绝对不亏的。你看这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直播洗锅。谢谢小 A 的6个荧光棒。你见过谁家小偶像直播洗锅的？谢谢龙龙的0.1分，我好会整活，我也不想的，洗个锅我一丝怨言。这个锅我能洗出来一堆怨言，真是多么勤俭持家的小偶像，家推了绝对不亏的好吗？哎呀，甚至一点都不偷懒，我洗为了洗锅甚至还化了个全妆，你真的我哭死。这锅谁家小偶像直播洗锅呀？我呀，哎呀，还想吃点什么？这锅洗到你心里了，真的吗？就是看见了，直播洗锅勤俭持家的小偶像，然后垂直入坑了吗？天哪！好，非常的有品，非常的有品，给就是。太棒了，太有品了，真是。好嘞，别洗锅了，洗你怎么你怎么洗、啊？请问你怎么洗呢？好累啊，我都不知道我刚刚在干什么。你这是去抠，麻烦你下周三的时候给我喊出来好吗？下周三我要听见你给我喊这句抠好吗？好累呀、啊，多恐怖呀，多恐怖呀，多恐怖呀！天哪，周三有戏看哦，六。周三我的 call。对于张一婷的 MCE 的 call 是一直有戏看的，毕竟张一婷的粉丝从来不会令人失望，是吧？是吧，龙龙？看龙龙丢人，哼！龙龙已经名声在外了。你去看录播，你。的确，说明你喊的还不够大声，所以才会感觉你很灵。麻烦这周三喊的大声一点，就不灵了。你不是分了吗？你哪儿又有老公了？你的分手就是指你们结婚了是吗？哎呀，不行了，好累啊。母龙，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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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了，你的跟你的男朋友分手就是指你那个结婚了。哎呦那呦，周三一群人喊你洗喊洗我洗我，好恐怖啊，好可怕呀！那呦，那个龙龙说他跟他的男朋友分手了，他们结婚了。然后他说还要来帮我洗锅，你觉得呢？
还在等车回家。天哪，辛苦了！你们今天吃到这么晚？洗锅不是你，那是谁啊？难不成是小生吗？周三看龙龙丢人，我也在想，我也想看。唱歌去了，那怪不得，我还以为你们吃到这么晚呢。就是张艺兴家粉丝很变态，但是他们不是普通的变态。他们是不普通的变态，什么店能吃六个小时？星梦咖啡厅。我好好说了呀。你觉得你普通吗？不卖东西的。六。把我给累着了，西哥啊！下次带着锅上公演当我的灶具。小爷是不是这周来？下周是你是不是下周来？下周还是下下周？是下周吧。其实我还挺喜欢今天的发造型的，下周改了，好吧。就是我今天的发型，就是从这里编麻花辫编到这边。然后它就是这里盘了一个小花花，然后我特别喜欢今天的造型。我发现我直发戴眼镜就是特别的好看，所以我决定我的眼镜可以是我的本体。好熟悉的麦克风，是啊。今天发型，那是的，今天最后的那套衣服我也很喜欢。特别，我特地换了一套衬衫来着，然后我没有领带嘛，我就是别了那个插队的那个徽章，老好看了。那个徽章我就是一直随身携带着，哈哈，我不舍得把它别在身上，我公演结束我还被它拿下来的。叶子要是现在还在的话，他要开心死了，哈哈。但是我发现我就是哇，好适合直发的造型，显得我比较，对，那个徽章也是真的大，但是也是真的好看，戴眼镜真的很好看，是啊，戴眼镜还很显我脸小，就是，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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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这样。行啊，我周三还戴眼镜。哎呦，六六怎么也开始尬了呀。我好像一下子就知道了大家的XP。原来大家的XP是这个样子的，了解了，那我还是保守了。那要什么？再戴个颈圈，再戴个腿环。我还真的想戴腿环呢来着，但是买不到合适。不瞒你们说，我的XP就是戴腿，就是腿环。在家里多，那家里多的是项圈吗？这哪贵了？
请把眼镜焊脸上。好的，没问题。我本来还很担心我戴眼镜会不会不太好看的样子，然后我发现好像挺好看的，那我就放心了。不是啊，腿环这种东西的确很色，不是？什么都没有说。不是啊，大家坦诚相待不好吗？你们不喜欢腿环吗？你们不喜欢吗？这是个很正常的装饰品啊。金丝框眼镜链我觉得也行啊，项圈我不喜欢，但我喜欢腿环。它最好是那种戴在大腿上然后勒肉的那种。项圈，讨厌没有边界感的肖像。不是啊，这才叫真实好吗？我还是小孩儿，我还是同人文作者呢，我还写同人文呢，这我不知道，小看我们写同人文的了，我怎么不写啦？这个妈好像哪里看到过，这是我跟一柳和小五的同款麦，无语，谁家写同人文的不懂这种啊？我一六写的怎么样了？刚写了一个开头，然后一点没动。写了个开头，构思了一个故事，然后一点没动。我决定接下来的故事让他们自己编。老福特上面什么好几千热度的小学生同人文，那种同人文写的跟那个 report 一样的，我难不成还写车文呢？等一下，不要满屏的问号，别满屏的问号，我害怕。别满屏的问号，我害怕。我又没说是写哪两个人的。我怎么还自爆？无所谓，又没说是写谁的，我还能写谁的？我别太坦诚，你害怕？我也没有太坦诚啊，我只不过在实话实说。本人写同人文，根据亲人所见改编。特此声明，那是拉郎，我不写拉郎的，我只写真情实感的，我不写拉郎的。不是啊，同人文作者会写点车怎么了？这很正常，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哪个同人文作者不会写点这种类型的了？真是的，但是就是啊，没毛病。多侄女为什么不会写车？为什么侄女不会写车啊？这是什么刻板印象吗？现在就写，这不太好吧？干嘛？侄女没惹，侄女怎么你们了？对于我就有毛病了，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离我远点？为什么要离侄女远一点？侄女怎么了？侄女一点没惹，侄女震怒，好可怕的侄女，怎么了？爱死了，爱死侄女了，别呀，我都更爱侄女了，爱死侄女了。坦诚相待的侄女是吗？就
就喜欢这种诡计多端的侄女。坦诚相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脑子里反正就我反正就脑子里就是有这个词。这种我们后台天天见，侄女看看这种都觉得没意思了。侄女看这种天天见的都觉得没意思。你们见不到我见得到啊。但是其实根本没啥机会看，因为大家在后台都是在抢装的，谁会关注别人的身材啊。虽然的确啊，对啊，已经不以为然了，的确了。大家都是互相天天见的那种，就是我好像自从在后台换衣服之后，我就是在房间里面也是很无所谓的了。然后我室友是还很震惊，然后我跟他说很正常，我们后台一直是这样的，我就是直接我会直接在房间里面换衣服的那种。就我以前会去厕所换，我现在直接在房间里面换。没有，因为我们在后台换衣间也是这样的嘛，然后就已经习惯了。不是啊，换衣服而已啊。怪不得我室友半夜要逃走，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吗？对啊，后台都很赶时间的，哪有时间欣赏？然后就是因为已经无所谓了，反正也看不见，就无所谓了，然后就干脆直接，现在已经也我也无所谓了，反正都是女孩子。不是，瞧你这话说的，为什么我不能无所谓啊？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你要出坑了，为什么？你没有坦诚相见过吗？不是，侄女。侄女这样很正常。我只是个单，我也是个单纯的侄女，好吗？侄女这样很正常，好吗？真是搞不懂，真是搞不懂，真是的。就喜欢单纯的侄女，是啊，我是个很单纯的侄女。以后再也不来看我了，我干嘛了？这妈妈妈，你要看看你的女儿的。上一秒还诡计多端，我只是个单纯的侄女。我对于那些诡计多端的侄女，我是不理解的。我因为我很单纯。侄女冲击，侄女来喽，侄女没惹。我哪里单纯？不要自我介绍，最喜欢两边三刀的侄女。我单纯，我还不单纯，我还不单纯啊。没有见过侄女是吗？没有见过单纯的侄女是吗？现在见到了，哪个单纯的侄女写车？我呀，之前没见到，现在见到了呀。侄女同人文写车怎么了吗？我为什么要这么理直气壮呢？好可怕，我好理直气壮啊，救命。我理直气壮的样子怎么这么理直气壮？是啊，我理直气壮的样子怎么这么理直气壮？以前老福特发过我，然后现在删了，发完没多久我就删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看不下去，当然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自己欣赏。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在老福特发过文然后被屏蔽掉了呢？对的，过不了审。但是还好就是现在有一个紫色的软件，就是之前就是
对的，就是有个紫色的软件。我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我知道的好清楚啊！我懂真多，我仔细看看。自从老葡萄开始疯狂屏蔽之后，我就转战了。也没有了，也没有了，真是。侄女撞死你了，还好啦。谁？难道有人不看那个紫色软件的吗？老福特现在掐了那么多，不都转战紫色软件去了吗？真是的。哎呦，阿青，什么文档？这我倒不用，我一般是备忘录。紫色软件。这个紫色软件好像用写不了吧？这么巧呀！我就说呢，怎么用进来这么一帮子？我还在讨论我小的时候，我之前入团前写一些过不了审的同人文，发在老福特之后被掐掉了，然后我转战了紫色软件这件事情。我想也可以写，那倒也不是不行。他们想让我写那两个人的车，就那两个人，主要是我自己想写，写完发给我拍链接算了吧，好恐怖啊！请再翻牌复制链接给你，瞧你这，对啊，紫色软件呀，爱发电呀，对啊，那个紫色鳗鱼啊。看嘛，说明大家都看呢，说明大家都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看，侄女都看这些东西的，侄女都看的。希望我先把他的 ID 套出来，我觉得他先会反过来把我的 ID 套出来。谁是侄女？我是侄女，我是侄女。什么时候写？不是，我之前因为就是发在老福特过不了审，然后我就转站了。哇，刚刚还一群人在说我是单纯的直女，说我是诡计多端的直女，然后现在就是不信了。我516的我写了个开头，然后我想转战另外一个方面的了。怎么就开除我直女籍了？我室友天天被我这个直女创。我就是清水没意思，要看车有意思。清水文没意思，就是我之前邀请过我室友说我们要不要组自家拍档，然后我室友就是他就开始念叨说我被侄女撞了，撞只被侄女撞飞了。对啊，我室友还没出道。哈哈，啊！我室友出道刚好赶上拍档吗？我室友出道下半年吧，今天被侄女撞飞了，今天被我撞飞了，没出道就惦记上人家了，是因为他主动邀请我的，然后我开始每天撞他，然后我再邀请他，他就说被侄女撞飞了，他就天天念叨说我被今天也被侄女撞飞了，他甚至还会发个朋友圈被侄女撞了。对，出道应该赶上矜持，一起飞。怎么了？没见过侄女啊，真是的。我还有好几个翻牌没回，我好崩溃呀、啊，好崩溃呀、啊，好多翻牌呀、啊。被侄女伤过，放心，我是很单纯的侄女。别回了，白天回。我明天，我觉得我可以明天一觉睡到下午。
哼，你不是不给你推之外的翻翻盘吗？不行，别撤回，我看谁撤回，我看谁撤回。啊，我看谁撤回。已经撤回了，我都看见了，谁发了？我开播之前谁发的什么东西，我都看见了。我哪能叫义父啊，我一个个我回的那么多的，我回的那么迅速的，回的那么真实的，我叫义父。哼，现在撤不行。我洗碗的时候发的，你在我洗碗的时候发翻牌，你是想跟我发个视频翻牌，然后再看我洗一次碗是吗？哼。以后有人给我发视频翻牌，就说婷婷可不可以给我那个视频翻牌，给我看一下你洗碗呀，然后我60秒洗一个碗。想看洗碗想着吧。我饭桶哎垃圾呢，他可能睡着了吧。60秒我洗的是金子，对啊，我洗的是鸡腿。我每次翻牌都坦诚相待，这话说的，瞧你这话说的，收洗碗风，羡慕坦诚相待，羡慕给张一婷发翻牌，好无语啊！别管，我明天一定要睡到个大下午，谁都不可能在早上见到我，因为我会睡到下午。翻牌一发，什么时候洗碗？下播就去洗。谁回你是复制粘贴了？什么叫我骗了你好多鸡腿？难道我骗的鸡腿就是每个翻牌500字都回满吗？难道这就叫骗吗？原来翻牌回满也能叫骗呀！你才是小猪。对啊，上限是500字，有一个没回满，哪一个？没烧到过回满，你说到过700次的，现在好像上限都是500次。一般发小作文的很容易回满，我觉得。可以啊，我发500个嘟嘟。谢谢小九林光海，谁要故意让我回满，我就不回满。谁要我故意回满，我就一定不会回满的。我要是这么回去我骗他啊，可以500字骂回来，因为笑我笑的翻牌好像没有那些这么多屏蔽词。也有可能我就没发过屏蔽词，主打一个反骨。是啊，万一有个人跟我说婷婷我给你发个翻牌，你可以给我回满吗？就一句话，你可以给我回满吗？然后我说已阅，我就不会骂，我就说月，谢谢给我的70个鸡腿，月。谁要是以后这么给我发，我就会回个月，我不管。谁要是说婷婷可以给我回满吗，我就回个月。让我回满没那么容易，命令我，哈，我是来当小偶像的。对对对，批作业，真是的。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反骨，本人一身反骨。我可以回个月吗？可以。我是来当小偶像的，谁让我回，谁故意的就发一句话让我回满。婷婷，你可以给我回满吗？不可以。收到6个字。哇，天哪！谢谢喜糖宝宝的皇冠。呜呼，呜呼，这种，但是看我们就是好的，没问题，我会回满的。那个一个翻牌够吗？如果不够的话，我那个我给你那个调到50鸡腿，你可以多发2个，我多给你回满一些。那个70鸡腿一个翻牌是不是有点贵了？我要不给你专门调到50鸡腿吧？你多发2条，我多给你回满一些。500个字不够回的宝宝，这个
这个翻牌500个字根本不够回的了，这不得那个，这不得给我来一个没有上限的那个翻牌吗？你才什么东西，不要瞎说，真的是。也没有啦，不过就是觉得就是怎么可以小偶像回翻牌只有500个字呢？500个字是完全不够回的好吗？就是能不能专门开设一条那个专门就是写多少回多少的翻牌，没有字数限制的这种，根本不够回的好吗？像是这样的，500个字看不起我们，就是500个字看不起我们大学生呢。大学生，虽然我还没上大学，但是我好歹也是个准大学生。还有半年，我就有，还有两个月，我就马上就有大学生优惠了。我马上海底捞也有大学生优惠了。哎呦，其实我觉得插队的大学生优惠靠我了。我大学学服装设计，怎么插队现在是没有大学生优，薅不到大学生优惠吗？这么喜欢写文是啊，我头发是挺长的。阿彪一般不在没关系，之后我在。本人准大学生还有两个月就有大学生优惠了，还有两个月吃海底捞就有6%优惠了，我就可以我们唯一的希望。装什么，我才没有呢。我什么时候军训什么没有，你可以不用说话的，其实这句话其实是可以不用提醒我的，我就可以请全队吃海底捞。我是我们那个现役那个活跃大学生里唯一的希望。那我这不得一个月就能吃到金海黑海。我有大学生优惠了，我现在还没有呢，再过两个月我就可以喊了。一个月两次啊，才两次，那这大学生优惠还是不要了吧，哈哈，省着点吃吧。好的，结婚戒指，我跟谁结婚了？我跟我的推结婚了吗？对，插队还有好几个大学生，没有了。我妈妈给的我这个是什么装？她说这是装饰的戒指，但的确挺亮。我哪个推？我只骗人的推，或者我，你跟你。排后面去干什么，又没说一定是他，真是的。你和你前男友结婚了，我就不，小偶像可以插队的，店员都可以插队呢，哼。就不我要插队，说得好，我不但要插队，哎呀那不行的呀。我不但要插队，我现在还要下播去回翻牌。
我们明天下午见吧，反正 不管了，我坦白了，我明天要睡一整天，我们明天下午见。欢迎赌，我明天几点起床？反正我一定是不会早上出现的。我还是很守规矩的，别管，谁也别想明天上午见到我，我要睡，我要狠狠的睡一大觉。哈，才不是猪呢，这想好好的补觉，就真是的，谁是猪啊？太过分了，哼。要是晚上应该不会，我下午一般会被饿醒。我睡到晚上要比月月醒得早，哈哈。我睡到晚上，我也比18期的大部分人醒得早一些。谁在发我是猪？我才不是的，哪个人在发我是猪的？我那个翻盘，我就回一个字。你给我发翻盘，你给我发小作文，我就回你一个字。我看谁还发。回个六，通告是那不行，不发翻盘不黄，我拉黑你，回你一个猪，7块钱便宜你了是吧？真讨厌，水有多深，倒也不是不行。一直都是这个价，只不过之前月底那个有优惠，月底的那个大学生优惠，然后一个月2次机会，好无语啊！看不下去这版屏幕的猪了，不要骂自己好吗？哼，哈，无语，不拉黑不奖励你，真讨厌。好了，明天见。明天见，晚安，晚安，拜拜，晚安，明天见，晚安，晚安，是啊，要下了，我要去回翻牌了，拜拜，拜拜，不要想念我，你还没到家，早点注意安全，哼。好呀，祝我们出道2个月，加上十场公演快乐，晚安，拜拜。你们也是啊，早点休息，拜拜。